拥有过百年历史的人寿保险及投资方案供应商 Transamerica 日前是继续扩大了它的企业规模，并且为它在工业市新开业的分公司举行隆重的开业仪式。根据介绍，总部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 Transamerica 是一家有超过100年历史的营销集团，专门为客户提供帮助美国家庭经济保障的保险及金融产品，成为公认的人寿保险、储蓄、退休和投资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为全美数以百万计的客户提供服务。We're very excited to be part of this community.As we serve this community through all types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we're very excited to be part of the City of Industry and the San Gabriel Valley community, serving that Chinese community in a very special way.数据显示 ，Transamerica 在2015年支付了超过69亿美元的保险和年金福利，其中包括返还客户支付的年金保费。除此之外 ，Transamerica 还致力于为客户实现他们的 Transform Tomorrow 目标，帮助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他们的愿望。我们这边的话，最大的就是说优势呢，就是说我们有做很多 international 的客人，那。因为Transamerica 的话非常重视国际业务，那我们现在就从保险方面提供承保外国人，就是说没有当地绿卡的那foreign national visitor， 所以这个是 Transamerica 目前在这一地区是最大的强项。那这个办公室大概目前有30到50个agent。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服务南加州San Gabriel Valley罗兰海地区的客人。Transamerica 拓展至工业市之后，也欢迎有兴趣的人士加入，成为 Transamerica 近万名员工的一份子。Transamerica 承诺为加入者量身打造的合适职位，并提具竞争力的薪金以及全面的福利，还能够接受获奖营销团队的专业训练。天下卫视记者陈明贤采访报道。